余兆新借护送医了耶，听说是在里面自杀的。哦。好的嘛，我一定会把你的新衣送给于之琪。那这天怎么办呢？毕竟他是所长的儿子。如果曝光的话，你爸那边的人会不会？你放心，江志谦对金琴没有兴趣。要是他知道他妈妈心脏的排序被插队，是我爸默许的，你觉得他会原谅他吗？那就好，你就好好照顾这个弟弟喽。哼，他才不是我弟。那种女人生的儿子，配当我弟？那你当初干嘛救那种女人呢？一颗活棋，让她先活着，以后总会用得到啊。就跟江之谦一样，让她先待在京城，这么好用的工具，不用可惜。江之谦，你在干嘛？要离职了。怎么了？如果要离开了，那就不要再回来了。秀丽，真他妈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你的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就轮到我了。